哀家今日就留在这里跟你一起用膳吧。好的，皇额娘，今日正好来了一个新厨子，小福子传膳吧。奴才遵旨传膳。启禀皇上，皇太后御膳已备好，可以用膳了。这是朕手绘的餐具，这些罐子里都有生汤哦。北京烤鸭、东坡肉、佛跳墙、串烧、烤乳猪、虾仁蒸蛋、韭菜盒子、西湖醋鱼、老母鸡汤，压轴出场的菜品，那叫一个精致。这里只是朕的部分美食，以后再慢慢给大家展示。下期你们想看什么展示？